实力学校，你看，资深的大概二十年以上的教师，专任教师哦。你看过年前领到了，加那个年终奖金大概2个月，平常的薪资大概基本薪资4万4千多，我的才3万多。你看那专业加级都2万多，我的专业加级学术研究会啊，也是2万多，他还有那个兼课会后1万多了，优秀优秀，还扣掉公保、功劳保会、健保会，还扣掉其他的那个贺礼的，兴善社，减200块。扣掉所得税2万多了呢，所得税2万多，2万2千多，还，总共有15万多呢，我的2倍多。